我们拍摄去过的地方非常有特色，走，我带你们大家去旅游一趟，来。在外国来讲，对我们中国还是很不了解，我是想把中国的那些小众民族啊、原住的风景啊，介绍到外国去。 外国人的眼光拍中国的东西，卖报，卖报，卖报！但这种车对我们来讲呢，很普通，但他们看见的咔咔咔咔在笑，哎，就成功了。把每一个地方的风景人情拍出来，这个最重要。We need practice. 这边比较漂亮，又有民族风情的东西，又有喜剧动作，环境式的喜剧，刚刚好。广西这边有个泼泥节。 This is 100 family feast. 送东西给你们吃那个。哇！哎，冻定的 food. 我也是腊肉，我已经连续吃三天了。我希望通过我的电影，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介绍到外国去。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。